因势而变，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只有用心才能脱颖而出。在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时代背景下，中资企业走出去发展战略带来了巨大的海外投融资业务需求。为了持续提升集团的国际化、综合化服务水平，普银国际应运而生，旨在通过为客户提供更为领先、协同、多层次、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满足客户新的多元化需求。2015年，普银国际在香港盛大开业，作为集团的国际投融资服务平台、资产管理服务平台和国际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托内地，立足香港，放眼全球，充分利用集团的优质资源以及综合经营牌照优势，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全流程金融服务。企业融资业务，普银国际的专业团队拥有丰富的项目经验以及对市场和客户的充分了解，可为企业客户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融资方案，包括香港上市保荐、跨境并购和财务顾问等服务。证券销售与交易业务，依托广泛的投资者资源和销售网络，为客户提供新股承销、股票配售、再融资、境外债以及优先股等形式的多元化专业服务和财务解决方案。资产管理业务，作为集团重要的境外资产管理服务平台，普银国际致力通过在香港与内地的专业牌照和融资渠道，向客户提供基金设立、资产管理以及个性化的投资管理服务。资产类型包括股权、结构融资及固定收益等。直接投资业务，凭借优质的项目和资金来源、审慎的投后管理机制以及灵活的项目退出方式，积极参与 PE、证券和结构化产品投资。在不断追求产品和服务创新时，普银国际坚守风险合规管控与审慎经营流程，确保客户资产安全。未来，普银国际将围绕集团国际化发展战略，依托内地，立足香港，辐射全球，打造一个值得客户和监管信赖的国际化金融服务平台，在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宏图中，为更多客户提升国际竞争力和财富价值。新世界，新未来，普银国际。